MIMO App 包含丰富的创作功能，可为您的拍摄提供精准的操控，助您掌握拍摄细节，释放设备的全部潜能。使用手机连接头连接手机和 DJI Pocket 2，手机会自动进入到 DJI MIMO App， 获取相机的画面信息。手机屏幕最右侧是拍摄模式列表，您可以通过上下滑动图标选择不同的拍摄模式。单击云台旋转按键，相机镜头将进入自拍模式。再次点击，镜头恢复到之前的模式。点击云台回中按键，云台将恢复至当前朝向中位。拍摄键可触发云台的快门，用于控制拍照录像的开始与结束。在屏幕中框选目标物体，云台会自动对该物体进行智能跟随。云台设置键可用于调节云台的跟随速度和云台模式。回放键用于查看拍摄的素材。虚拟摇杆可用于调节云台的移动方向，左右滑动屏幕控制云台平移轴转动，上下滑动屏幕控制云台俯仰轴转动。返回键单击可返回 APP 主页面。画质键可用于设置云台相机的拍摄参数。设置键可用于设置当前拍摄模式的具体参数。你也可以打开高级模式启用更多的设置。感谢观看。